关于星际种子的大规模活化。传导，丽莎布朗。问候，亲爱的伊们，神圣的人们。松果体的大规模活化，以及恒星人类思想和心灵从内到外的普遍进化。松果体正在大量活化，大约一周前加剧。我看到有那么多人看不见，却仍然需要证据。然后我被展示，看到可见性，对于所有以前看不见的人来说是如何显现的。松果体为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野。松果体的这个腺体完全开放，要求头部受到显著的影响。颅骨的扩张，下颚的重新调整，以及人类所说的偏头痛和头疼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这些光子光活化发生在您的头部内。当它们被触发时，断裂会带来疼痛感。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而不是认为出了问题并试图解决它，人类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明白，这是这里每个人进化和进入宇宙意识的一部分。拥抱它并帮助它，而不是抵抗并试图压制它。睡眠是缓解压力的第一件事，因为需要大量睡眠才能完全醒来。超出了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，当你认为你已经睡够了时，你需要多睡一点。闭上眼睛，放松心情，因为思考会加剧疼痛。思想越人性化，它就越会持续存在。您的松果体，第三只眼是您的新观察者，它必须被活化，你才能真正看到。视觉的形式多种多样，但只有少数几种能让你看到人类经验和矩阵外在的幻象之外的东西。一束光将在体内活化，胶片将开始运作，这让你意识到人类生存以外的东西和新的记忆。有些胶卷会清除所有程序，只在你的脑海中闪现，所有的现实和情感就这样消失了，被转化并完全变成了光。有一段时间，一切都会变得混乱，因为你的一只脚会同时踏入每个世界现实。问题是如何存在，因为我们学会在维度中行走。对我来说，每当集体事件即将发生时，狭隘视野就会随之而来，这让我退后一步，不参与这个事件的能量，因为目标是将其视为幻觉。有些人会感到疏离，根本不知道如何感受。困惑和清晰同时存在，感觉自己来到了错误的星球，这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。然而，给他时间，观察，让所有旧有的思维方式和信念消失。随着现实的融合和分离的消失，事情将变得更加清晰，更容易驾驭。统一是最终的目标，它首先发生在内部，同时外也将统一。唯一减缓这一过程的是人类思维的缓慢追赶。你可以透过看太阳、吃香菜、清除钙化物、氟化物和脏水，以及在睡眠前和睡眠过程中吃高可可黑巧克力 80% 到 85%， 是的，放在床边来活化松果体。一些特定的练习，水晶、静心冥想等其他方法也可以对此有所帮助。轻拍第三只眼也有助于启动。与人类的信仰相反，一点点糖也可以有助于缓解松果体偏头痛。这是我们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，即真正的视觉能力。你的肉眼也将被活化，许多怪异的事，对人类来说，也将发生在这里。水晶被活化，星体粒子活化。剧烈的能量疼痛，
瘙痒等等。你的肉眼需要升级，才能与你的第三只眼融合并合而为一。头部正在进行调整，以便可以使用更高的频率来接收讯息和想法。以前阻碍的旧人类思想，一旦被清除，就会作为废物离开头部和喉咙。你越多在爱的频率里说出你的真理，你越是超越或整合人类思想，你就越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。对于头部和喉咙，你不妨像我一样做，清除任何导致黏液的东西，因为黏液必须从头部排出。用辣椒和大蒜泡热水喝。如果喜欢，也可以添加蜂蜜和或柠檬。如果你无法忍受，可以找一些你喜欢的天然饮料。新鲜食并不新鲜，它一直存在。它被我们自己遮蔽了，隐藏在我们人类的信仰和思想背后，并且在较低振动、王国、维度中无法触及。扩展思维可以让大脑像肌肉一样伸展，并最终真正打开展现。您会感觉到并听到它作为能量电力流经您的头部。大脑中从未被使用过的巨大部分，包含着你们的宇宙意识和古老的智慧，等待着显现。大脑的这一部分在你的高级心灵打开的同时发育，两者齐头并进，缺一不可。你的灵魂更高的自我从内在显现，而宇宙思维就是你现在的运作方式。人的头脑无法理解，因为它太小了。它们合而为一，就像你们的心一样。你像其他人一样在内部变得统一。随着你们的统一，时间，人类的创造物也将不复存在。许多东西都将消失，因为它们只是人类经历所必须的。你们的人类之心本体结晶 DNA 正在活化，哇，再一次被轻描淡写的说法。记忆涌入，每时每刻都在扩展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